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修炼到了死鬼火，永不完的诅咒超级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水希腊队。好，水希腊队基本上优点是属性相克。好，首先一开始我们就是先做一个除CD的动作。我建议是先 K 左边那一只哈。啊，为什么？是吧？因为右边康博盾可以那个，哦对，就是像现在这个状况，康博盾的话可以让你除CD。哦，希腊像我这样，我就可以弄到整个台面上全部都是新珠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削这个水珠，那新珠留下来就可以，你要补血的时候再用就好了。基本上都会剩两颗啦，好像现在剩两颗的时候，我就做个补血的动作。哦，当然是不要天降是最好的啊，非常好。好，继续出我们的CD啊。哎呦喂！对吧？这样会剩下两颗而已。哦，因为这样我的天降率就会降比较低啊。哦，像现在这个状况，杂猪尽量消一下。哎呀，流点血，漂亮漂亮。嗯，刚刚血转血过头。好，哦，非常好。哦，一样是这样的队形的话，我们就继续除CD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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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就好，不要太过头，杀一只就好。正所谓杀一儆百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希腊做单体攻击的话，技术上要稍微拿捏一下这个位置。哦，比较不好拿捏是位置。哦，消柱的位置。哦，这样水珠就一颗一颗慢慢就消掉了。欸，我已经除满 CD 了，现在发现。所以说打得太专注的时候是不会留意到一些细节的。嗯，非常漂亮的希腊七钢婆居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。这也算是不容易啦。这一关还 OK， 不难打，就是消猪就对啦。哦，希腊最主要就是你要能够控制攻击的力道，哦，这是技巧。天降部分目前改版后不太担心说不会天降这个问题，哦，主要是你怕你要天降的时候不天降，不天降一直降。这一关的话，我先消一点杂猪哈。哦，因为杂猪太多了，所以我滤一下。哼，还是一样少。十，漂亮漂亮。哦，第五关，哎，哦，对，这个继续边绿边打。
漂亮。好，这边这个落柱爆，落字爆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开这个水哦。哦，我不想扣血，所以青龙直接灌下去了。枪枪减伤，哦，这个无视控制，所以我们只能靠水有减伤的功能、哦、然后接下来怎么打呢？继续除息地，继续除息地，这时候就要考验你的那个力道控制了，一样哦，一样是力道控制。可是我忽然发现好像没有 combo 盾，可以让我这个除技好像有点小危险。所以我用这个来除试试看，因为我减伤。基本上像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个超级一 combo 一扛，好，好，这样就好。这个不要天降就好，不要天降，像这个就很难控制了，没办法。啊，没有 combo 盾一样，还是照除不误。哦，尽量做单体。会不会这个单体会不会太强一点啊？我是做单体，不是做拉体啊。哦，这个会反伤2000。哦，这个基本上目前我先绿一下了。哎呀，我只是要绿猪哎，老大，太夸张了吧！这时候就是逼我们出手的意思就对了。因为天降对我来讲太危险了，所以我决定一波把他送走。哦，因为我们那几只除技很快啦，所以我不担心这几只开下去没有技能可以放。不知道被扣血，啊，很好，不会，啊，因为有时我记得好像有关卡会扣，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大于等于6 combo， 这我喜欢。出击不要天降，好像这个我们要做这样，好像就比较不会天降，因为做这一盘的话会容易天降。哦，7000多也是有一点点小痛的。其实虽然说也是 combo 盾，可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舒服。这个在削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哦，差不多了，我水流又好了。所以这时候就是等于是可以送走他的意思就对了嘛，没错。哦，风化，小 case 啊，小 case。这时候要上印记哦，因为我们通关要快的话，啊，靠！对，那是风化是随机的，我没有注意到。好，这时候新猪多，我们转一下哈。
要小心哦。再见吧，哦，就基本上西亚队就是你能够控制天将，就是王道。哦，这个每回合扣20%，哦，是他的血量，哦，不是我们的血量，哦，所以我们最多只能打20%的血量，直到死亡。哦，所以他没有死之前就是20%，那么我们的20%就用他来克了，好吧？这时候记得啊，那个流星哈。他，啊，怎么样流星呢？就是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啊？卖卖秋瓜啊，不好听。后斜，叮，这时候我们就是小小的补一下就可以了，小补啊，小补。记得流星珠啊，流星珠。后斜，叮。多留一颗哦，好加在我眼睛够力。基本上这样组合就是 easy 哦，这个王的这个技能是真的是蛮鸡巴的哈，哦，不过无所谓哦，我们比他更哎，对，没错，比他更厉害啊啊，哦哦哦，没有将好就五回合。基本上他现在是处于一种被我们沉溺的状态，有没有？哦，就是运用自己手中的卡牌发挥最大的效益哦，这是一直以来我的玩法哦，因为每个人抽的卡牌不一样，是不是？燃烧是不是？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火鸟哦，这个燃烧盾遇到我们这个希腊来讲是还算 OK， 哦，只是路径你要先想一下，倒是真的。我想一下，绕过去，很可惜啊，左边左右不能做那个希腊加成的攻击。哦，没关系哈。有叠印机就好了，基本上现在是要数一波带走的状况。想要玩大风车哦，大风吹吹什么？哦，好痛哦！差点把自己残虐死。嗯，他有没有死啊？一定要这么危险吗？干裤头没出现，好危险的玩法！哎呀，好，奶奶的给他平了！我要扣一次多少？1000滴哦。不能太轻敌哦，啊！我只靠右边，这样会不会太危险？来吧，天降吧，去死吧 ！K， 哦。醒醒过，醒醒过！好，哦，以上是这个永不完的诅咒哦，永不完的诅咒，这个修验道死鬼火，修验道的死鬼火 ，extra 的示范。好，哦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